要开始了，跟大家说大家好。好，今天我们要来开箱 Love Every 一岁的，哇，是多少？11到12个月的这个玩具。看看你喜不喜欢？能看到吗？10到12个月这里面都有什么？有一个小娃娃。有感觉？哇，这小娃娃是这个肤色，为什么感觉肤色好像是错了？好吧，没关系，错了回头还是可以。给它 return。这个是什么呢？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叫做 wooden pet truck。这东西怎么玩呢？Not to my children。wooden pet truck。这有个 play guide。看看这里，这个是一个 cotton sensor pouch。这个应该是怎么玩的呢？不知道为什么，你自己玩一玩，你也不知道怎么玩。继续，这个是一个 puzzle， 这个叫做 pincer puzzle。OK， pincer puzzle， 给它打开。OK， OK， 你能打开吗？ pincer puzzle， 这样。你来试试。对了，哇，好棒，好棒，好棒！你也可以pincer grab。好，下一个，下一个是这两个球 ，opposite balls。两个球是，这个球应该怎么玩呢？为什么这个这么沉，这个这么轻？因为他们俩也没有相斥的感觉。好像不是很好。这个是，放在这儿，这个 pad 在这里。这个 pad 是干嘛的？这 pad 放在这里面。Future you, love every. 这是什么？啊 ，Happy birthday, baby, and happy anniversary to you. Okay, notes for my childhood memory. 这里面是一个信封，然后你可以给自己的 future self， 我可以给你的 future 你写信。Okay， 好像对你来说也不是很好玩。Animals, I see. 我说这个可能会更好玩一点。Ants, kitty, fish, bird, duck, ladybug, frog, bunny, cow, squirrel. Okay, ham. 这个你喜欢吗？感觉有点不是很好玩，那就没有了。OK, OK. 咱们看看顺序，按照顺序看看你这个 play kit 里都拿到了什么。首先有这本小的书，非常的小。宝宝可以，奥特可以自己拿着看。这个画 diaper 的时候会非常有用，他只有拿着看，然后就可以分散他注意力。还有，这本 Animal I See。OK， 然后第二个玩具是这个小的，哇哦，这个娃娃 Baby Doll， 这个是他昨天看到的时候非常的害怕。你现在害怕吗？我都好要。OK， 好像还是不是很喜欢，但是已经比昨天的反应好多了。OK。然后第三个是这两个球 ，opposite balls。它这个 opposite balls 的意思其实是一个比较重，一个比较轻，一个很轻，一个很重。然后这两个球它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好了，你对这个 cardboard 更感兴趣，你先把这块给框起来。这两个球，把它拿一拿。好吧，你这张纸都拿
这样拿上去，然后有这个叫什么 sensory pouch， sensory pouch 就是你，我看了一下 play guide 上面就是说这个放进去，好吧，看这个球放进去，你自己可以把它拿出来吗？我把它拿出来，咦，断掉了。好吧，不感兴趣。这样看，就把它拿出来了，放进去，拿出来，放进去，拿出来，放进去。对了，放进去，拿出来，放进去，拿出来。那这个再放进去，拿出来，放进去，拿出来，哎，拿不出来了，拿出来，对，拿出来，哎 ，almost 拿出来，拿出来了，真棒。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下一个是这个叫什么 ？Sliding pop box。这个盒子本来 come with 是一个这个毛茸茸的球，但是这毛茸茸球并不 fit 进去这个洞，所以我给它换成了这个木头的球。基本上我看了 play guide 就是这个，宝宝你看，宝宝这有个球，宝宝不要看那边，看这里的球，看这里的球，这个球扔进去了，哎，消失了，怎么不见了？球去哪儿了？球去哪儿了？对了，球去哪儿了？把它划过来，哎，看到球划过来，哎，看到球把球拿起来，对了，把球扔进去，扔进去。扔进洞里，宝宝，把球扔进洞里。嗯，你看你舍不得把它扔进去，扔进去，对，把球扔进去。哎，球去哪儿了？球去哪儿了？球去哪儿了，宝宝？球去哪儿了？哎，这样是拿不出来的，你要把它划过来，把球拿出来了，真棒。然后这个是这个 invisible 还是什么 sliding top box， 然后下一个玩具是这个。Pincer puzzle， 本来练习这个 pincer grip， 这个玩具还是玩的很好的，上来就是 pincer grip 就把它拉起来了。哎，你现在会放进去，把它拿出来，哎，真棒！你会把它放进去吗？放回去，放回去，嗯，放不回去了。你看，在这里拿出来，放回去，拿出来，放回去。这个是这个 pincer grip 的 puzzle， 这样拿出来，可以放回去。然后下一个玩具是这个叫做啥来着？ wooden tag drop。OK， 宝宝，你要把这个 tag 放上去，看这样好吗？这样看到吗？看到吗？这样就放上去，然后，哎，都掉下去了。就这个是这个样子，宝宝可以把它放上去，然后一推这个。这个三个都掉下来了 ，OK， 但是他现在好像还不太会把这个放上去，就这个玩具感觉他现在还有点没有办法真的领悟到他的精华。快宝宝，这个放上去，看这个派，看这个放上去，然后你来推这个，来推这个，放上去，掉下来了。好了，这个就是所有的11到12个月 Play Kid Box 里面的所有的玩具。除了这些玩具之外，还有一个 Play Guide， 我也是看了 Play Guide 之后才更加理解这些玩具该怎么玩。嗯，然后除此之外，他们还送了一张 Lovey 还送了一张 Birthday Card， 因为这个马上要过1岁生日了。然后还有一个 Notes to My Child， 就是你在这个小书里面，这本书里可以写一些 Notes。然后我们打算可能每年他过生日的时候写一个 Notes， 然后这样等他以后长大的识字，他可以看。OK， That's it。感谢所有 Log Average 11到12个月 Play Box Play Kid Box 里面的东西，我觉得 Overall 它还是比较益智的。尽管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怎么玩，但是看了他们的 Play Guide 还是很有帮助的。现在 OK 看到这个小玩偶我也不怕了，昨天他看到他就大哭。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考虑把这个小布可能换一个浅一点的颜色，其实它现在看上去跟那颜色也差不多，所以可能这个颜色也可以留着。哎，宝宝，你还是不喜欢它是不是？没关系，过两天你就熟悉它。OK，
其实阿贤现在已经是11个半月了，但因为他早产，所以我当时选的时间是他的 due date， 所以他这个已经是，他应该是已经快，就是已经快12个月，快一岁了，下周就是一岁生日了。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to play? OK， 那就先这样吧。